喂，讲的真不错。是不是很恐怖？真的很恐怖。我截图了，是不是很恐怖？你有病啊！我刚是这样，没错，发给我，真的、啊。不好意思，叔叔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我马上要走了，我就过来看看你。你去哪儿、啊？我出门一趟。去呗，忙嘛，没办法。忙着还是过来看你一下。忙啊，有些人嘛就是忙啊，还有些人嘛忙的都没办法来，你说是吧，海哥？啊，那我没办法。有些，像还有一些，我觉得姓吴的呀都火，都忙。还行。哎呀，姓吴的都火都忙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这啥玩意儿？你播到几点？我不知道播到几点，我播到几点、啊？8:30。哦，想播多久播多久？不下了。不下了，那你等我回来呗。行，等你回来。我大概播个4个小时。播个7、8个小时吧。可以，你这个光不错呀。那今天走不氛围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公司这光，我跟你说，那开玩笑呢。小黄人，你在哪儿啊？你现在在哪儿？你什么地方啊？我在酒店。你酒店这么好？我不就是一个房间吗？你快点给我瞅一下你的酒店。哎呦喂，这住的，哎呦喂！来找我。你在哪儿？在厦门。包住。行啊。哦。海哥，帮我打个歌。大家一定要听张新特的新歌，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？不是才给你发了吗？啊！但是最近就是还没有来得及，就是给你认真打歌，好吧？我明天就发某平台。啊，行，好不好？爱你。行了，你要走了是吧？对，我差不多了。你要走是吧？来看看孩子。你要走是吧？我不走。你走是吧？我不走。你走。我不走。你说你走是吧？我不走。你很想走是吧？我不想走。很想走是吧？我不想走。你就想走。我没有想走。你就想走。我没有想走。你眼睛瞪这么大，是觉得我眼睛很小是吧？我还没有瞪呢。啊，没疼，不好意思，没疼啊，内涵我是不是？我还好吧，我现在是虚着的，我眼睛现在是虚着的。我也是虚着的。一个角度。为什么你的比我大？我就是天生。那你睁开。我也会。别这样，你今天结束之后，你会收到很多截图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他们不会截的。我跟你说，我粉丝可好了。富士超在干嘛？不知道啊。烦死了。可能在忙。哎，我给你唱首歌，可好听了。真的很好听。哎，我怎么给关了？哎呦。好听啊，这首歌真的很好听。我认真听。我想念那个不下雪的冬天，我想念你躲在我围巾里面，我想念那个……哎，不好意思，唱错词了，再一遍。是啊，这首歌安利给你很好听是吗？好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这不是你的歌吗？不是我的歌，不是我的歌。这是谁的歌？这首歌叫做《我想念》。你想念谁？我想念那个我想学的不是啦，那个谁，那个付志超在干嘛？付志超，我不知道呀。哎呀，海哥，还是你好，不像他们每次都不来。对呀、啊，你真好。他们付志超应该等会会来吧？他不会，他忙的不理我都。主要你这个时间可能说的太晚了。怎么这个时间怎么不行吗？可以，你想在什么时候播就在什么时候播。哦，当前你已涨粉超过100人。哇！给我涨一涨，关注一下我。大家给隔壁点点关注。笑死！家人们，关注给我走一走。我经纪人提刀了。我觉得你经纪人一直是拿着刀在旁边，生怕你说了啥。哎，麻烦帮我把空调开一下，谢谢，我这有点热。这屋还打空调？啊，这屋没有空调，那咱搁这儿不干啥呀？你喝点冰饮料吧。我可以送礼物吗？我给你送个 YYDS。谢谢你。怎么点不出去呀？谢谢大哥送来的 YYDS， 给大哥点点关注。对不起。余额不足，余额不足，你不会充啊？我怎么充啊？我教你怎么充。哎，我也不会充，完了这个我不会充。我不会充啊。嗯，张一特有来姨妈，你什么来？你在说什么？张一特为什么来姨妈？来姨妈。我没有来姨妈，我男的。张一特，闭嘴！张一特，闭嘴！现在闭嘴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他们老问这种问题，真无语。你看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我为什么，你知道吧？我就不喜欢看弹幕，你知道吧？就他们老是问一些就很恐怖的问题。可是你也愿意回答？对啊，我就恰好看到那一个，我就只好回答那一个了。那、你就愿意说出来了。嗯，好。什么？啥玩意？再唱一个，嗯，我走了，嗯，你要走了，先抽空再走，行，你走吧，没事儿，拜拜，拜拜，记得到时候吃饭啊，我好几天没吃饭了，我真的，你又好几天没，你是好几天没跟我吃饭了吧你？对，好久没跟你吃饭了，快点回来吃饭啊，走了。啊。